第二课，介绍和礼节。您好。您好。请问您贵姓？我姓王。您是王宁先生吧？是，我叫王宁。请进。你好，王宁。你们好。这是我哥哥，他叫李东。你好，我叫王宁。这是我姐姐，她叫李丽。你好。你好，欢迎你。那是谁？那是许昕。她是你妹妹吧？不，她不是我妹妹，是我朋友。那位是谁？那是我妹妹。她叫什么？她叫曲云。